仲啊，嗯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你指的是什么？嗯，就是想实现但还没有实现的愿望。你呢？我吧，从小到大，爸妈都对我非常的宠爱，从物质到精神，几乎都不缺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反而觉得有点孤单，甚至不快乐。现在呢，就希望这种感觉啊，能够尽快的消失。这应该就算我现在的愿望了吧？你笑什么？只有一种感情，你父母给不了你，也没有办法拿钱买到。等你上了大学，交了女朋友就好了。你呢？你还没说你的愿望呢。我的愿望永远没有办法可以实现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时光能够倒流。所有人都有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谁干的？队长，我自首，是我干的。李小龙，你干嘛？你变态啊？还是想大家都被开除？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吧。那个，我对不住大家。长话短说，令狐冲在夜店打工，被客人吸了草莓。我为了不让他被开除出队，就想了这么一招。各位多有得罪。哦，原来昨晚吃的是鸿门宴。我说哪有天下哪有白来的午餐呢？是宵夜。米小龙，你怎么能保证令狐冲不被开除？也许我们几个全被开除。队长，这个锅我背。大家相信我，我了解牛教的脾气，绝对不会开除我们的。法不责众嘛。再说大家也不希望令狐冲被开除吧？最多把我们几个一顿罚。最多？说的倒轻巧。谁不知道牛教下手狠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争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们怪李小龙也没用了。他还是好心要帮令狐。我们都是队友，有难同当吧。那个，大家看一下各自的枕头底下。起开！哇！这是给大家的补偿，一颗草莓，一包薯片，外加这个学期每个月一顿大餐。同意。不过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什么请求？再给我洗两个。你疯了吧你！赶紧梳澡头吧，回来再把宿舍收拾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先把草莓盖一盖。下课之前通知一件事儿，马上就要国庆长假了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所有高二、高三年级统一只放三天假，其余时间照常上课。啊什么？你们以为离高考还远吗？有的学校一天假都不放，给三天假已经不错了。啊，下课。哎。国庆放三天，我还想跟我妈去外地玩呢。你还是好好操心操心咱下午怎么过牛教练这关吧。回想牛教练上次那眼神，我想想都发抖。我可没李光海的胆量。心怀不惧，才能翱翔于天际。甜心，大哥，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心的开玩笑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也逃脱不了。我相信小龙，他虽然鬼点子多，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别说了，我是队长，我会尽量替你们去扛的。大家都是为了我，我会和教练说出实情，要开就开我一个吧。不是，你俩都在干嘛呢？逞英雄吗？我米小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今天就算是队长也得听我的，咱们得统一口径。
你们几个脖子上是什么玩意儿？都给我撕了！你们是在跟我叫板吗？徐立军，怎么回事？教练，我们昨天晚上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输了就吸一个草莓，然后我让你说话了吗？对不起，教练。徐立军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是的，教练。今天我就要让你们六个，不，全队，谁要是敢坏了队里的规矩，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滋味。现在所有人绕着田径场100圈，限时4个点，跑不完的再加10圈。跑起来，上次1万米，这次干脆马拉松了。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再也不练体育了。这快点，我不能再等你了，我得加速。4个小时跑不完，我得再加10圈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开始羡慕韩露了。你说我现在装晕倒，教练能放过我吗？那你就试试吧。我得加速了。啊。对不起，连累了大家，还有你。你要是觉得对不起我的话，就答应我一个要求吧。什么要求？以后别老什么事都瞒着我。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的话。嗯，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够了吧？还有1个小时。你这样会不会太狠了点？狠什么呀？如果那么矫情的话，就干脆别练体育了。说起苦，终于远离了毒区，可是饭也没了，水也没了，能不能活到明天呀？我感觉我的腿、我的屁股、我的膝盖、我的脚，都不是我的了。这大概是我高中生涯最惨的一次了吧？那可不一定，你还可以更惨。我撕了你的乌鸦嘴！你看，你还有力气吧？没事儿，就全当体验全马吧。你俩还没跑过是吧？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除了点外卖。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大家要怪就怪我吧。小龙，你给大家订外卖了，多少钱先记着。
下次我还你。哎，我昨天晚上就订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当然是真的。昨天晚上点外卖的时候，我就让人家订了一份一模一样的，今天晚上送。怎么样，聪明吧？原来你小子早料到今天准没好事。勤带雨伞，饱带饥粮嘛。做人要有忧患意识，我妈教我的。可以。谢谢龙哥。不过声明一下啊，今天没有酒，大家一会儿到水房随便冲一冲，外卖可能一会儿就到了。外卖来了吗？喂，找你的。找我的？喂，哥，是我。不马上快到周末了吗？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有的事得提前安排呀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是我哥吗？连人家的生日都忘了。老妹儿，祝贺你成年！谢谢哥。喂喂，许的什么愿望？说来听听。这可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看你的表情，没说跟说了一样。啊，那个喂喂，这是我和令狐冲一起送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什么礼物啊？这么大？你俩礼物还合起来送的，真小气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俩在学校跟连体巨婴似的，干什么都在一块儿。喂喂，快打开看看，看这一对连体巨婴到底给你送了什么高级礼物？我很好奇。小龙，这种事情也只有你干得出来啊！你俩可真有创意。谢谢夸奖。不是夸你呢，瞧得还挺美。哎，这和学校发的可不一样，我查了好久，好不容易才订到的，绝对最新版。你们想啊，美女过两年就要高考了，这个礼物能帮助她考上好的大学，之后找到好的工作，再遇上一位温柔体贴的小哥哥，你们说这哪里是一份生日礼物啊，这简直就是超完美的人生啊。不用客气。得了得了，就知道往你自己脸上贴金，你就这张嘴啊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谢谢。微微生日快乐。你就放心打开吧，我的礼物啊绝对不像他的那么二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我的礼物怎么二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打开看看什么东西。哇，谢谢凯哥。哎，老妹儿，我就不送你礼物了，回头哥给你发个红包，自己喜欢什么买什么，最实用。喂喂，我给你订了套护肤品，本来应该今天到的，结果快递晚了一天，说明天才到。没关系，谢谢子萌。令狐冲。啊。你怎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跟寿星说呢？寿星请你来过生日的耶。没关系，人家性格内向。生日快乐。太敷衍了吧，快拥抱一下寿星。哎呀，子萌你别。不行，性格越是内向越是需要锻炼，快拥抱一下。抱一个抱一个，快点儿。抱一个，快点儿！哎，寿星，快给我们切蛋糕吧，我都饿死了，我都。啊，对对对，快放蛋糕啊，切切蛋糕，切蛋糕，来来来。哎，你们说这涂蛋糕到底谁发明的呀？都没吃上几口，真浪费。我脸上多，你帮我舔干净，省得浪费呗。滚！哎，小龙，嗯，是不是看出来微微对令狐有那么点意思才送这个礼物的？
五年高考，三年模拟，有你的呀！我这是为他好。他家长啊，今天晚上估计得开心死。哦，支持你，保护好你们家阿忠，别让薇薇给抢走了。哎哎哎，当我透明了呢是不是？这么说我妹，我跟你们讲，谁要得到我妹，那是福分。开个玩笑嘛，别当真啊。把福分让给我呗。我看。脸啊，阿忠，脸比衣服重要。这是个看脸的时代，懂吗？海璐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哎，人呢？啊，医生你好，就是这个病床的病人去哪了？是不是个子高高黑黑的那个男孩？对对对，他今天已经出院了。出院了？哦，好，谢谢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傻？来了两次都忘记带韩露的手机，这次带来了吧？护士又说他出院了，还说大夫让他休养一段时间再回学校。难道我们就此跟韩露失联了吗？你真是个扫把星，就知道给我添乱。就是个扫把星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你看看你那脸的衰样，扫把星。儿子，今天在学校上了什么课呀？语文、数学。那语文课学的什么？数学课又学的什么呀？语文课学了语文，数学课学了数学。儿子，你真棒。哎，李光海。李观海，哥哥好。你这都几天没来上课了？你不要因为老师对你严厉了一点就有情绪。你知道你爸对你抱有多大的希望吗？你这么多天没来上课，要不是我跟你兜着，你早被开除了。关于那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再深入调查的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而且啊，通过这件事情，你也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，快回来上学吧。哥哥，来上学吧，我们一起上学。我们先撤了啊。OK。你们几个学生怎么吃的比我们还慢啊？今天练武吃的慢，我们等他。好了，你们先走吧，没关系，慢慢吃。哎，对了，令狐。最近脸色不太好呀、啊，得多注意。咱们班四乘一完全就你一个体育生，还是最后一个。你可千万不能掉链子。没问题，我近三天我会好好休息。哎，还有三棒是谁啊？孙洋洋第一棒，班长第二棒，我是第三棒。哎，好了，运动会不是还有半个月呢吗？令狐冲呢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你们三个别掉链子就行。天心，顺便帮我把衣服一块洗了呗。想得美！一包薯片，衣服拿来。咻！不发烧啊？嘿，买二送一，再来双鞋。上一边去，鞋自己洗。小气！你俩能不能小点声？没看到有人在休息吗？快去快去，阿忠，下午训练要不要帮你请个假？不用，上次牛教不是说过吗？请假的医务室开假条。也是，太麻烦了。上次是撒谎，结果这次真的狼来了。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今天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起立！老师再见。哎呀，各
位同学安静一下，下个月啊就要开校运动会了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为班级争光。可是现在报名的人太少了，咱班体育生只剩下五个，并且每个人两项都已经报满了。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咱们一体班要是连运动会的总分都垫底，那就太可笑了。我个运动白痴还是不去凑热闹了，我还是给大家当啦啦队吧。想要报名的呀，来我这边填表。哦，对了，放假期间给我发微信也可以。他们四个今天怎么这么怂啊？之前不是逢打球必到的吗？听说被牛教练罚了个马拉松，人都快残了。比尔是。从西边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滚下楼梯的不是我？我不想训练。不想训练就别练体育啊，转重点班去啊，考清华北大。下辈子我一定努力。来，把牛奶喝了，从今天开始早晚各一盒。哦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的同桌？为什么我这么命苦啊？为什么？喂草啊！我看你就只配喂草啊，不，喂饲料，还是加很多添加剂的那种。要不要这么狠呢？你们几个快点！教练说今天有重要事情要宣布。重要的事？好事坏事？我看凶多吉少。你们几个话真多，一去了不就知道了呗。今天不训练，给大家放假。教练爱你。你先别爱我，事儿还没有说完呢。说完了，大家就可以回家了。教练请讲，我们洗耳恭听。大家今天都很兴奋吧？也是，国庆学校给大家放了三天假。啊，这个知道，老师都公布了。大家不都喜欢玩真心话大冒险吗？明天我就带大家去玩真正的大冒险。密室逃脱、过山车、蹦极。这个嘛，真心话我还是想留到明天再说。大家别忘了带泳裤和防晒霜。我知道了，水上世界。哇，明天上午10点校门口准时集合，解散。好。哎，今天上的语文还是数学？英语吧。是吗？你在睡觉，你肯定不知道。是啊。哎，你不是说先走吗？怎么还在这？刚才我又看见，哦，好了好了，明天记得多带点好吃的啊。行了，他到了，没问题。哎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真是奇怪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也许是我眼花了，走吧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上满血复活。韩露，哇！